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让我们准备心灵参与弥撒圣祭，信赖上主的宽仁慈爱，祈求他的宽恕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生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仁慈的上主，愿我们的四旬期所行的善功帮助我们痛改前非，勉励行善，请你恩赐我们诚心遵守你的诫命，愉快地准备逾越庆节的来临。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讨和你及圣神，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攻读出谷记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下去，因为你从埃及国领出来的百姓败坏了，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我给他们指示的道路，为自己铸了一个牛犊，朝拜他，向他祭献，并且说，以色列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天主。上主又向梅瑟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一个执拗的百姓，你且由我向他们发怒，消灭他们，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。梅瑟求上主他的天主息怒说，上主，你为什么要向你用大力、用强硬的手臂由埃及国领出来的百姓发怒呢？为什么要叫埃及人说，他是恶意领他们出来，要在山中杀死他们，由地面上绝灭他们呢？求你息怒，撤销要加于你百姓的灾祸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巴郎、伊撒格和以色列。你曾指着自己向他们起誓说，我要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繁星那样多，我所许的那整个地方必赐给你们的后裔，叫他们永远占有。上主遂撤销了要加于百姓的灾祸。天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，为了你对百姓的仁慈，求你纪念我们。上主，为了你对百姓的仁慈，求你纪念我们。我们的祖先在何勒布制造了牛犊，竟崇拜了荆柱的一个神偶，将自己的光荣天主变成了吃草的牛犊。上主，为了你百姓的仁慈，求你纪念我们。他们竟将拯救自己的天主忘记，他曾在埃及地显示了奇事，他也曾在韩邦施行过灵迹，他也曾在红海发显过奇异。上主，为了你对百姓的仁慈，求你纪念我们。若非天主拣选的梅瑟出场，站在当地裂口的前方，挽回他存心灭绝的怒浪，他早下令全将他们灭亡。上主，为了你百姓的仁慈，求你纪念我们。基督，天主圣言，愿光荣归于你。基督，天主圣言，愿光荣归于你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，
使凡信他的人获得永生。基督天主圣言，愿光荣归于你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耶稣对犹太人说，如果我为自己作证，我的证据不足凭信，但另外一位为我作证，我知道他为我做的证足以凭信。你们曾派人到洛翰那里去，他就为真理做过证。其实我并不需要人的证据，我提及这事只是为叫你们得救。洛翰好比是一盏点着发亮的灯，你们此一时高兴享受它的光明，但我有比洛翰更大的证据，即父所托付我要完成的工程，就是我所行的这些工程为我作证，证明是父派遣了我，派遣我来的父亲自为我作证。你们从未听见过他的声音，也从未看见过他的仪容，并且你们也没有把他的话存留在心中，因为你们不相信他所派遣的那一位。你们考察经典，因你们认为其中有永生，正是这些经典为我作证，但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为获得生命。我不求人的光荣，而且我认得你们，知道在你们内没有天主的爱情。我因我父的名而来，你们却不接纳我。如果有人因自己的名而来，你们反而接纳他。你们既然彼此寻求光荣，而不寻求出于唯一天主的光荣，你们怎么能相信我呢？不要想我要在父前控告你们，有位控告你们的，就是你们所寄望的梅瑟。若是你们相信梅瑟，必会相信我，因为他是指着我而写的。如果你们不相信他所写的，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？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整个洛望福音第五章提到耶稣被当时的宗教领袖所审判。耶稣因为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病人，而被他们控告违反法律。耶稣是以他和天父的关系来诠释这个法律，而他们是盲目的跟从自己所规定的这些法律条文。他们曾经因为看见洗者罗汉所言所行而感觉到惊叹，但是过不久以后他们却厌弃了罗汉，甚至后来被黑洛德卸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，没有人再理睬罗汉。他们也宣称自己忠于梅瑟和梅瑟法律，可是我们可以想象，如果他们真的处于梅瑟的时代的，他们可能就是会跟那些参与除灶金牛犊的人在一起，违背了天主。耶稣提醒他们，其实他们的态度和以前那些拜金牛犊的犹太人的态度相离不是很远。耶稣向他们指出，他们所关心的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权力斗争，他们要控制百姓，他们没有真心的爱天主。如果他们真心的爱天主，那么他们就会接受他所说的话，但是因为他们的心离天主很远，所以他们完全不能够接受耶稣。那当我们批评这些犹太人的这种顽固的态度的时候，我们也想一想自己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也是盲目的追求一些表面上吸引我们的东西，包括一些布道家，可能我们会
整天随从他们的演讲然后感觉到很兴奋。但是追根究底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，我们所追求的是耶稣，还是外在的这些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事情？所以我们到底是找谁的认可，是寻求天主的认可，还是我们自己的意愿？我们今天求天主帮助我们，常常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在耶稣身上，唯有耶稣是我们的师父，是我们的天主。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、麦面饼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料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、葡萄酒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全能的天主，求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礼饼，使这圣祭才能消除我们的罪恶，并在我们的软弱时扶助我们，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圣父，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因为你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教导我们刻苦斋戒、清心寡欲、培德养性，获得你的赏报。尊威的天主、天使和天上诸圣借着基督赞美你、听从敬畏你，请你恩主我们也和他们一起谦恭地同声赞颂。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，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刚咽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，感谢了，分开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”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，来纪念我。”信德的奥基，基督，我们传报你的圣死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。上主，因着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
边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请你垂怜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，我们的主教和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，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。求你垂怜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真荣福玛利亚、她的敬佩圣若瑟、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请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。恳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，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：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谕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互助平安。神父平安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Thank you.
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我们借所领受的圣事净化心灵，并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桎梏。我们既因罪过的受到良心的谴责，求你也使我们因获得天上的救药而欢欣喜乐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降福你们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弥撒礼成，传福音去，感谢天主。